瞅人家吃那个麻辣甲鱼啊，馋那玩意儿煎了，今天终于自己整一回啊，71块钱整了一锅，相当可以了。哎，先等口酒。哎呀，痛快！哎呀，哦，哦，呀，烫烫。 正好，你们当地也有吃麻辣小甲鱼那个，你先尝尝去吧，真好，真好吃。
再来人的话，我就准备这道菜吧。招待蟹绝对是够档次。强烈推荐大家吃这道菜啊！都不愿意杀生的呢，你就那啥，就上那个饭店吃，愿杀生自己整，便宜。五个，这也得留着，搁我爸那边，好几个人需要尝一尝那个。